It's 4 o'clock in the evening. I haven't left my room, but the truth is. 食物冻，三干冻，红旗，有点逆风，国岭中间170，到前面是165。咱们目标永远是国岭中间，咱们不攻旗。OK。瞄右边沙坑，打一个照。War Smith 就是在国林的左边，一定要 avoid 那沙坑。就没有打中，弹的不错，实现了咱们的 worst case scenario， 在国林左边，左短确实是好的 miss， 舒服，满天飞舞，你看。哎呀，太右了，太右了，没了。好球，上过来，冲！哇，太棒了！不是，完美的。哇，这不要太好啊！这不要打得太好呀！这个刷碗是有用，就往左边 bounce 呀，往右边 bounce， 敌人很凶猛。离洞四个 fate 鸟推，我们还没有上国岭，我们要切，但是这个切估计如果想有机会一定要切进下坡，切到国岭上，还跟之前的一洞一样会慢慢的滚下去打，还头没有留住，刚才过洞了，看起来这个应该是一个直推，不会有太多的 break，能 give a try 吧，看看还有机会平动。很大的左直右的 break 吧，哎，不多，直的，推的是对的，但是没有拐，在一个简单的三更洞打了一个 bogey。好鸟，好推，好鸟，哇，输得不冤。一只鸟接另外一只鸟，16洞，五杆洞，545，五杆洞还是逆风，看起来是 no good place to miss， 看起来左边会比右边好，这个整个的趋势是左至右。第一杆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这个是瞄的有问题。好球，这个非常好。敌人已经牺牲了，我们打得稳一点吧。妈呀，又了。哇，这么大一只火鸡，那边都是啊，火鸡家族在石头上呢，看，真的是。火鸡哪儿跑，哇塞，你会飞啊。还是不惹你，哎，这段我们给自己好多 trouble， 第一杆不但打没，还打得很近，没有打中，但是效果好像还不错。杆洞现在大家都是四杆到这里啊，三个球，傅老师一个人上了国岭，大上坡。我们要一个很好的一切一推，才能避免今天的第一个 double bogey。 上坡线左至右30，
错哎，还算是不错，有机会就 bogey， 真是不错。你这样不错，你两个球在类似的地方，有一个参考性，带个线，自己给自己带个线。非常好，哇、哦，非常好 ，bogey， 没抓到啊！要推进才能平动，并且避免今天的第一个 double bogey。这个是个小下坡，所以一定会走线。我没看错的话是左边高一点，但不想抓到洞外，抓左洞内。没有线，抓错了。OK， hole 17， 17洞，是一个三杆洞。非常大的风。距离不够，打击了。快快快快快快快 ！Michael， 你看我的雨的预测准不准？我的感觉特别特别准。好球，非常好。哇，这个距离相当好。没事，短了，短一点没关系。好，顾老师打在果岭的右边，果岭在这边，现在三杆洞第二档。哇，切得非常好，不出意外 Michael 这一洞要挂掉了。不闹幺蛾子的话，真的挺准的，哎呀，大上坡，我要推进的话，我要求你们还要推一下，我推不进算了，就给你们了。哇，厉害，厉害厉害，好怕。真的下了。哇，真的是。这么难的洞啊，啪啪，哎呀，力量差一点，好，我们全部打平 all square， 进入十八洞，又决胜最后一洞了。现在雨下来了，看来要最后一洞要冒雨了。把这个帘子拉上 ，OK。好，现在十八洞，结束洞四杆洞，漂亮啊！现在第十八洞决胜洞，右边有水，但水250，在逆风的情况下是打不到的。目标是越往右，第二杆会越近，角度也越好。我都要过水。打了一个废，不会。
水泉 not the worst， 但是第二杆还很远。你的判断是到不了水，是吧？到不了，250到水。我就对着那个 rock 打。应该是下来了的，好像是有个东西在地上。非常好，现在我先把车友放起来。 OK， 好，最后一栋国岭中间185，前175，但是不能去右。左点没有关系，二级。傅老师的球已经落水了。Oh shoot！ 我不应该在这打，我站在这个泥里，我总是觉得没事儿。我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，第三打。跟我的第一个球如出一辙，不应该打背，走吧。Michael 在水前挂一颗，打第四杆。没敢使劲打，国岭前沿。好吧，把最后的光辉时刻留给你吧。只能把相机放在车里拍摄。嗯，你推进，你就赢了。进入大团队。你功力怎么样？哎呀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一胜一平一负。时间真会赶，然后稍微打得慢了一点点，丢丢。怎么样，战果如何？平了，最后又平了。对 ，on square，OK，、okay, 好。